点都不好，我好生病病得好重，我这几天一直咳嗽，我头好痛，我身体好痛，我脚也好酸，我重感冒，我觉得我一定是肺炎了。肺炎 ？Yes, there is a tree outside my window, and the leaves are falling. When the last leaf falls, I will die. 觉得好多了，我还是下班之后赶快去看医生好了。我觉得你在看医生。大家要赶快去看 A 加杂志，看到这一期充满励志，带给我更多活下去的希望的文章哦。没错，就是这期的故事观。没错。哇，艾同学，请问你在看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是不是对某些东西很感关心呢？对啊，因为今年在台湾五月就是同志婚姻合法化。是哦，对啊。所以台湾的哪里特别？就是尊重就是多元差异，就是不管你喜欢男生，或是你是男男女女，或甚至跨性别，等等，你都有可以结婚的权利。所以难道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吗？没错，台湾目前呢是亚洲第一个就是能够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呢？想要了解更多，就要记得买我们十月的 A 加杂志哦。这位同事在干嘛？挨刀了！Can I get Noah？이밤을 Noah？이렇게 Noah？挨刀！기다리 Noah？시간을 Noah？이렇게 Noah？나타타！어둠속 red light， 시선을 left right， 불위를건너。挨刀！시작의점화가까이온다누가먹었나？这位同事，怎么是？